这么三个阶段，这么研究的这么三个阶段，这个情况，现在这还是在转，正在结束第二个阶段，因为全国窑都发现了，我们差不多的窑我都去过了，发现了有的发掘了，有的重点窑的进行发掘等等的都进行了，但是综合性的研究阶段就是横向进行研究，这还不够，所以要进入到第三个阶段来进行研究。大概中国陶瓷是这样，所以我发现这个情况呢，给大家这个提纲里跟大家捋一下，大家学习陶瓷嘛，还是有好处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要讲的就是瓷器鉴定学和方法论。这个大家有那个提纲嘛，你可以看看啊。这个鉴定学呢，我给他下了一个定义，大家看到没有？这个定义啊，这是一门学科，它有一个定义，有一个究竟是一个什么学科？现在的我们呢，把它研究就是叫鉴定学。那么什么叫鉴定学？我这里有个在提纲里有一句话，就是鉴定学是研究，这提纲有啊，研究与揭示历史文物的特征，掌握其发展规律，达到正确断代的这样一个目的的科学，对吧？那个提纲里有吧？这一段话，这是很经典的。什么叫鉴定学？下的这么一个定义，写的这么一个定义。这在有些关，我曾经写过一些文章是谈到这个定义的问题了。我也得到一些学者的对这个归纳。就是文物鉴定不仅是陶瓷鉴定，它就是研究与揭示历史文物的特点、特征，掌握这个特征的发展的规律，那达到正确断代目的的科学，就是鉴定学，就这么一个结论啊，下了这么一个结论。那么从这个结论那么这样子来讲呢，就知道这个鉴定学的一个概论呢，就是这样子啊，就是研究与揭示历史文物的特征，掌握它那个规律，因为历史文物都是有发展规律的。我们鉴定家之所以能可以断代什么时代，关键问题他掌握了这个规律，掌握了这个规律就能达到正确断代的目的，这样一个这个结论。那么这个样的话，鉴定学呢包括哪些方面呢？包括很多方面。刚才我强调了一个历史啊，因为瓷器是历史的产物，历史的产物，每一件瓷器无不打上时代的烙印啊。这样的话就是陶瓷的历史，这是我们鉴定的出发点。如果你不懂的历史，唐宋元明清还是清朝还是唐朝你都不知道，对不对？你怎么能搞鉴定呢？对不对？所以不懂的历史是无法进行鉴定啊，因为文物是历史的产物，对不对？所以这个历史鉴定学包括历史啊，包括它，至少陶瓷鉴定学它应当包括陶瓷发展的历史。所以我呢下面讲鉴定的时候，陶瓷发展的历史呢还是得讲，但是讲这个陶瓷发展的历史跟在学校讲不一样，把它归纳成几个问题啊，对鉴定有关的几个问题要给大家讲啊。所以这个因为咱们的时间有关，时间短嘛，所以这样子，所以这个历史鉴定学包括陶瓷鉴定学就包括陶瓷发展的历史，这是一个基础啊，这是一个基础。第二一个呢就是说陶瓷美术。陶瓷美术，当然陶瓷它是一种实用品，它又是一种艺术品。美术呢它包括造型，就什么形状，瓶子也好啊，碗也好啊，它一个造型，造型是造型艺术，是吧？还有一个艺术，还有它的花纹呢是美术了，就是装饰啊，美术。所以呢这个我们把它叫陶瓷美术。你看现在的这个，现在并在清华大学了，过去这个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有个陶瓷系，现在合并到清华大学。这个陶瓷系呢是专门搞陶瓷美术的，陶瓷设计啊，陶瓷花纹，陶瓷造型啊，这个美术这方面的问题，那也是五年制的大学，哈哈，五年制的大学，现在是并到清华大学了啊，现在是清华大学，有五年代，所以鉴定学啊，它也包括这个东西，因为它能说明。这个纹饰造型它有个时代特征，它能给你提供这个鉴定的依据，鉴定的依据，历史可以提供，这个美术，陶瓷美术它可以提供，所以呢它鉴定学也包括了这个这一方面的知识，陶瓷美术。第三方面的陶瓷造型，陶瓷烧造，
造型是最具时代特征，这个咱们但是现在可麻烦了啊，将来的人，将来的子孙靠咱们的骨就麻烦，就不能像我们这一套方法了。我们这一套方法就是说时代产生造型，什么样的造型是什么属于什么时代，对吧？它不随便改的，古代的人呢，它有规律的，它有个规律性很强，所以我们建立学就是要掌握它的规律，它的规律性很强的，不要以我们现在的意识来考，来想象当代的这个工人。我们现在的思想就是说没有一定规律，鞋高跟鞋有高跟有低跟有尖有凸有什么这乱七八糟的越来越多，所以它没有一个时代的分界。古代可不行的，古代的它这个也是古老的瓷器，它的造型演变的规律它就性强，也比较慢，变化的慢啊，变化的就很慢。那么这样的话，就我们就掌握这个规律，就可以从它这个规律来进行鉴定。过去的古代的工人都是老子传儿子，儿子传孙子，他都是有一定的规格的，你不到一定的规格他是不承认的。所以古代的这个瓷器啊，文物它是有规律性的。之所以你成为一个鉴定家，你就掌握了这个规律。所以我在个鉴定学的方面，我就觉得是掌握它的发展规律，对不对？啊，达到正确断代目的的科学，也就是这么回事。所以呢，烧造方法也一样，什么时代用什么烧造方法。因为我举个简单例子，用瓷器的仿烧，就是碗口没有釉的，什么时代开始？什么？碗口有釉的正烧的，什么时代开始？什么时代没有了？是吧？它每一个时代的烧造方法不同，烧造方法不同，就形成了这个器物它的时代的特点。我们鉴定家老说时代特征，时代是什么呢？实际上呢，是讲的过去的工艺的不同，工艺不同了，烧造工艺的方法的不同而形成的留下来的陶瓷上的不同的痕迹。这个不同的痕迹正好是我们要着眼于鉴定时代的不同的一个依据，对不对？是这个意思吧？啊，什么样的时代你要掌握了，什么时代是采用什么方法，什么时代采用什么样的方法，你就可以知道这个东西它是什么时代，啊，它是什么时代的。所以这个东西呢，它就是说，陶瓷它的烧造方法各个时代是不一样的。当然也包括原料，你比如青花，这个青花什么时候使用的是什么原料，什么使用什么样的原料，原料的不同它的成色就不同。那成色不同，你掌握了这个规律以后，你就可以对它青花瓷器的进行断代。如果有时间的话，大家我想非常有感兴趣，我把这个青花瓷器呢，多给大家讲一下，因为接触青花瓷器比较多，我留了很大的时间来专门谈谈青花瓷器的鉴别问题，青花瓷器的鉴别问题，下一步讲的时候多注意这方面的问题。那就是说烧造方法，这个原料它有的特征，原料的不同而形成的这些这个一个特点。要刚才我举个青花的例子，其他都是一样，是吧？这个就是说呢，我们鉴定它有根据，这些方面呢，它都是反映出它的烙印，反映出它的时代特点的方面。还有一个呢，就是陶瓷科学。陶瓷科学，因为中国的瓷器啊，都是从低级到高级发展，总的来讲从低级高发展，原料的不同啊，什么东西，它一个科学的。我们现在不要搞科学鉴定嘛，有很多地方搞科学的鉴定，它是沿着这个科学的道路顺着走的，代表着各个时代的水平。发展的水平和科学水平这样的情况，所以科学这个问题呢，也提供了我们在鉴定陶瓷方面的这个东西。那么这些方面呢，就这四个方面啊：历史、陶瓷历史、陶瓷美术、陶瓷烧造、陶瓷科学。那么陶瓷烧造大家知道吗？景德镇陶瓷学院五连制大学啊，陶瓷美术清华大学美术系的那个陶瓷美术五连制大学啊，陶瓷科学呢，当然也是。都有门类来陶瓷烧造工艺学也都很多。那么作为一个鉴定家，是不是要都要把这些东西都要学会呢？那当然很好，但是不可能。但是你要知道这些东西是形成我们这个时代特征的来源的这些方面，你要懂得，你要知道这个事情。那不知道这个事情呢，你就不行。因为我举个例子啊。青花瓷器大家熟悉的，青花它是在釉的下面，在胎的上头，青花
是吧？它是在胎上先化成氢化原料以后，然后山药烧到泥石烧成的，啊，泥石烧成的。那么国产氢料和咱们大家都知道，苏力博氢料、进口氢料，这大家都知道，刚才白的来嘛，他们都懂得一点。有什么不同？我发现它有一个很主要的一个问题，还需要科学家来跟我做鉴定。我讲我也不能讲得很清楚。你比如说啊，这个苏力博氢料的含铁量高，含锰量低，那不管它，我就说明一个道理，就苏力博氢料啊，它往胎骨里渗，它不是在胎上右下吗？它跟国产氢料的一个最大的区别，它往胎骨里面渗。你看有的那个苏力博氢料，好多你摸一摸，它那个花的氢化的液它渗进去了，好像挖下去了，你是抚摸时它不太平，不知道你们大家有感觉没有啊？就是这个情况。那除了含铁量比较高以外，这个有黑色斑点以外，这个区别点就是说它往胎骨里渗，这是现在我考验出一个问题。那么国产氢料呢，它是含锰量高，含铁量低，黑色斑点没有，但是呢它不往胎骨里渗，它往右上飘，往右上飘，这个相反，它相反啊。当然跟它的这个进口原料和国产原料是有严格区别的，一个是往胎骨里渗，一个是往右上飘。可是国产氢料的往右上飘的越飘越厉害，因为到晚清的时候，好像那个氢化里面有感觉没有，就像在右上化一样，右上化的氢化一样，它往右上飘，它沉不下去。这是两个种氢料的一个很大区别的一个问题。但是我现在跟科学家已经有提出问题，因为我研究鉴定学，我要说明一个道理，为什么进口氢料是往胎骨里渗，为什么国产氢料往右上飘，什么道理？现在我已经提供资料，他们在做实验了，还没给我一个答复。但是我发现了这个问题，大家注意这个问题，不仅是铁色斑点的问题啊，或紫红颜色的问题啊等等问题，它一个是往右上飘，一个是往胎骨里渗，啊，就是这个特点。但是现在我还讲不出是不是因为铁高的关系，还是什么原因呢？还带科学家们来进行化验以后来告诉我。这我就举这个例子，就是陶瓷科学方面的例子，就是这样的情况。很多问题要借助于科学来解决这个问题，很多问题要借助于这个历史上的一些原因，历史上的原因，这个来说明这个问题。历史上的原因，还有很多问题要借助到这个过去古代的烧造方法，我们经过窑子调查了解的一些窑具，古代的烧造方法的不同，来解决鉴定。所以这个断代啊，要解决这个为什么的问题啊，就说明道理，知其然要知其所以然，必须得从这些学科，借助于这些学科来解决。尽管你不懂得科学，但是你要相信科学。我们有些人就糊里糊涂，科学他还得靠我的眼力，他根本。那说的有一定道理，我给大家讲清楚，科学化验的数据啊，那是科学的，是死的，对不对？但是掌握这个数据的人是活的，因此他就分析了同样的一个数据，他可以得出两种结论，因为他分析不一样，他的出发点不一样。科学的数据是科学的，但是这个分析是人的因素是活的，所以往往他的结论呢不一样，就是这样的。这是一个光科学方面，不能说它不科学，不能，因为它牵扯到人怎么取样，里面的氢化，它要把釉磨掉，要不上上胎，把那个里面的很薄一层氢料给弄出来，非常困难的。怎么取方法不对头，它就走样了，它就变形了。这个牵扯到很多很多的问题，科学方面的问题也牵扯到很多很多问题。但是它还是科学的，还是应该是我们一个很好的合作参考的一个问题，解决问题。好，我们搞考古的、搞历史的、研究的，像我们这个鉴定家，鉴定家呢，他是这个经验呢是不可替代的，我觉得啊，是科学不可以替代的一种科学，它也是一种科学啊。就像我们这种人，他综合了许多方，就这个我这个鉴定那个定论，他掌握了他的这个规律。来进行断代也是科学的，你要承认它。有些科学家说你得听我的，我数据怎么样就是怎么样。我跟数学家有时候发生一次脸红脖子粗啊，关系很闹得很僵的。我跟
我就说了吧，跟上海那个科学家这个李嘉志这个老教授，我们俩真的也碰过这事。他怎么了？他就说你得听我的，我数据是死的，对不对？那这个绝对科学的，你得听我的。我说那就不一定，我说你还得听我的。他怎么呢？我说你把那个宣德款的那个词性，你当了宣德，实际上你怀疑你数据是雍正。我说你是雍正仿宣德，不是宣德的东西，你把它当宣德，你是科学的吗？当时就傻了。这个要两方面要互相合作，要合作的这个问题。所以我写那个这个问题，就是说科学的道理我们建立家要承认，要懂得它的基本的理论是对的啊，有各种因素那是造成不科学，那是因素问题，这样是搞得好，那是科学的东西，是我们人工所解决不了的问题，用仪器来解决，那是对的，提供一些资料。但是你搞科学的，你也会相信我们搞历史的人，他也是科学的，他掌握了他的发展规律，也是科学的，也是不可以替代的一种科学。哎，这双方呢才能合作起来，才能解决。就是关于你们是不是拿这个化验一下就能成真的了，也不一定啊，那也不一定。这个双方要合作。所以我写过一篇文章，那去年是前年，写前任了吧，也就是说，李政道博士啊，倡导了要在那个中关村开一个关于科学鉴定的论证会。因为李政道博士在国外嘛，有些拿了中国的瓷器，李政道跟李政道说我要拿到英国伦敦去化验去真假，李政道就想，哎，这是我们中国的瓷器，怎么不拿到我们中国，怎么非要拿到你伦敦去？他思想上很别扭。回来以后他就主张了中国要搞起来，我们要我们来鉴定，我们的权威啊，怎么都跑到伦敦去了呢？我们的权威。所以他就要听他建议开的这个会，我们在中关村开了一次科学鉴定的这么个会议。会议呢就邀请我去了，我去了以后呢，因为他们过去有所联系，他要求跟故宫合作，因为他没有资料啊，他只有仪器啊，他跟故宫合作，他这个事情非常重大，你故宫非要跟我们合作不行，那才鉴定一个中心，鉴定那真中心了，建立一个科学的鉴定中心，这样。可是故宫考虑，院长考虑，要把文物拿到你们那儿去，像话吗？这故宫都是国宝，你们要给我们弄坏了怎么办？所以从这个考虑是，我们不跟他合作。那不跟他合作，那些像这些他们这一方面科学方就对故宫很有意见。那么只邀请参加会，只能邀请我，我去了。我叫院长，我说我去不去？哈哈，我这个形象，我能去吗？能去，这不是大家都骂我？你就对这个事情不重视。后来院长想了想，你去吧，你就说我们不合作，我们自己搞。啊，你也合乎文法，也合乎政策，我们自己搞。我们有钱，我们自己搞。我干嘛？我说那你说了啊，那我就去了。我就去了，因为这些会议上都是科学家们发表科学的论证之科学性的，就没有谈这个考古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人工鉴定的一个科学性的。我写了一篇文章带去，就传统方法鉴定瓷器年代的科学性这篇文章，我把它叫传统方法鉴定瓷器年代的科学性这篇文章，他们都讲的科技的，我把我这篇文章一放，李政道看了啊，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啊。写得很好啊，所以后来出了一个集子，不知道你们见了没有？有我那篇文章，就是传统方法鉴定瓷器年代的科学性，提到我那个科学也是不可以替代的。我也承认你是科学的，只有我们双方面合作。就是关于这个科学鉴定啊这一方面的一些问题呢。现在可以跟大家讲，这个现在就方法很多啊，方法很多。这个各有各的利弊啊，各有各的不足。现在这关于科学鉴定的问题嘛，要解决问题啊还很难，大家都接受了这个问题吧。有些人找专家看都说是假的，我非说是真的，我就得拿着科学鉴定来说明这个问题，实际上也不一定说明能说明这个问题啊。科学鉴定的现在方法非常多，不知道你们知道不知道你们记住。可我们现在我们告诉大家啊，我们故宫博物院不是自己搞吗？我们这个05年故宫博物院80周年，
80周年，我们故宫博物院要把故宫的陶瓷啊，本来故宫陶瓷研究书法研究室在全国是有地位的，各个省市解决不了的问题拿到故宫去就解决了，那谁故宫说了算，谁也不敢说假或者是真的，故宫说了就算了。现在不行了，现在你故宫算老底啊，现在不行了，现在是战国时代，战国时代到处是专家，是时代的，现在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跟这个情况呢，我们故宫呢还是要想办法把这个科学的建立起来。我们把我从小的时候跟陈万里、冯玉敏先生调查窑标本，全国的窑，按省市、按时代把它摆出来，将来公开开放，这个对大家很有好处。我这明年就把它搞出来，就是一年来全国的各个窑都把它摆出来。而我们这一份从陈万里到我这个时候，那时候我们刚才讲到福建调查窑的时候，台湾的飞机还来炸的时候，那时候就开始这一份材料是世界第一。现在全国有的改水库了，有的修工厂了，又修铁路，没有了，还就我们这份资料还在，非常宝贵的一份资料。我将来故宫在80周年以前、把它摆出来，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我们故宫呢收集的一些实物资料，就是说标准器，一个成化，一个万历，一个宣德，一些标准器各类的，它就是断胳膊没脑袋的，断胳膊就是破的东西吧，但是它是可以真的作为标准器，也把它摆出来，两部分，一部分是窑子标本摆出来，一部分把这个标准器这个破长的那种瓷器把它摆出来，出两本书啊，真的上下两本书这样的东西，这样子搞起来，按照这样子搞起来，大家看一看，那对鉴定是解决了很大的问题。这是我们在会上面提出来。现在院长嘛，这个我们的院长现在我们故宫博物院提高级别了，是副部长级了。啊，过去是文物局在管，现在文物局管不了了，现在文化部了。我们的院长是副部长，啊，最近苗同志是副部长，现在就极力主张啊，把它搞起来，把它搞起来。除了这以外，我们还花一些钱，一个是争取外面的资源，争取不了我们自己花，要建立一些这个科学鉴定的这个问题。科学鉴定我们是全面的，而不是一项，不是一项。你们大家所知道的，一般来讲，你们的现在，碳十四鉴定了，碳十四嘛，它鉴定陶器有用，都是万年以前，这一误差就几千年就过去了，这个东西对陶瓷器的鉴定，瓷器的鉴定啊，是。用不上，这个东西用不上。还有一个热释光，热释光的是很科学的。热释光的它主要就是什么呢？就是测这个氧化硅，就是氧化硅的年代。这个氧化硅是直接测年代的。氧化硅这种元素呢，就是只要是你地球上的土，你做成陶瓷器，它里面都含有氧化硅。这个氧化硅是个纪年的矿物，就这个矿物啊。能算出它有多少一年多少年的这么一个东西，做成陶瓷器把它磨碎了，经过高温一烧，1000度以上一烧，烧了以后它这个原来的这个矿物质这个氧化硅的年代就没有了，被烧掉。但是窑一冷却把它再拉出来的时候，它又开始纪年了，你懂吗？就这个道基本原理是这样，这叫热释光的一个测试，就是测氧化硅的直接年代。这个是非常非常科学的东西，就是说除窑的就是你烧到年代嘛，对吧？直接烧到年代，它一测出来就可以知道它这个年代，这是氧这是热释光。但是有两个问题，热释光呢不能用，一个呢它叫有损，它必须取样。你比如说你那个汝窑盾是真的，我要给你挖个窟窿眼儿，对不对？要把那个样取来才能做，那个东西就不合适了，对咱们文物不合适。你也不愿意我这个本来是个完整的东西，你给我挖个窟窿眼儿在这下面挖，这个不能用。还有一个问题呢，热释光可以做假，就是我烧这个瓶子啊，它用多大的光线，它知道你要取样，你不能取釉，你就取这个主卧底下没有釉那个地方取样。他就用多大光线烧多长时间，你反送好不说啊，我要知道用多大光线用多长时间，我打增加它氧化硅的年代到另一个宋代的时候。我见过这个东西，它一看都是假的，实在是新东西，它不是宋代的造型。哎，可是你把它你这个测试的时候它是宋代，
就是它可以作假，这个不能用。这个问题就是什么？它很科学，但是呢，这两个问题，一个是要打窟窿眼，再一个呢，它可以作假，对文物鉴定也是个问题。我们把这种叫择时观呢，我们叫做有损的鉴定。然后再一种，现在是跟那个人来的，叫无损鉴定。无损鉴定，我现在简单说一下，我因为大家也有很关心的事。无损鉴定就是什么呢？就是一种聚类法，就是这个仪器也是现在高科技啊，把这个东西往里一放，它就出现了许多号码，出现了烧损的温度多少，它有的含量多少，什么什么多少，它都告诉你了。不要损坏，就把这东西往里一放，都可以出来，这数据都可以出来，这个都可以出来。那么但是这个怎么鉴定呢？就是聚类法，因为我要汝窑瓷器啊，我故宫最多我也有十多件汝窑，我就把这十件的汝窑我都输进去以后，就得出一个十多件的这么一个圆圈那么一个数据。然后你再往仿的一个汝窑，现在仿的，你往那一放，它就跟那个数据不一样，它进不去那个圈圈里头去，你懂吗？进不去那个去，那就是那一比起来，你这个东西就可能有问题，就是新的。它是这么一种方法，聚类法。那么这个要求很高，就是说要有这个数据库。数据库越丰富，你对比的数据就越大，可靠性就越大，科学性就越强，你懂吗？你比如我再说一句话，人在你的数是人的数据，你拿个狗进去，它进不了人那去，它必须是假的，它就完全是有这个。你光有这个仪器，没有数据库还是不成。那么我们公窑现在马上要建立起来，就是建立这个东西，因为我们最有权威性，我们文物最多。除了文物以外，我们把一些瓷片子，特别是定窑的，把瓷片子、定窑都输进去，那这个数据库的排比量就更大。你一个仿定窑的东西，你就进不去，就采取这么个方法，就是无损这个鉴定法啊。北京呢有一个叫对外公开的有个鉴定的一个研究所啊，也不是叫什么名字我也忘了，他是啊，毛小夫那个啊，对对，他是测釉质的老化。老釉质老化系数，我也简单说一下吧。釉质老化系数有它一定的科学性，但是有它的不足的地方，也不能完全相信它。釉质的老化就跟那个树轮一样，树把它砍掉了，不是一轮一圈吗？一圈是一年，一圈是一年嘛。这个釉，这个瓷器的釉啊，它也有这个年轮，也有个老化的这个轮。一般你用眼光看不见，它也有这个老化的这个情况。它那个仪器是地质部的。我去看过地质部那个地方呢，就是把它放在这车，看到你那个车这个老化系数，那个点。但它为什么也不只是绝对的呢？因为这个釉质的老化呀，它有个环境，跟这个人似的，一天大半这个生活很艰苦劳动，它先老。人家说，你看妻子来说不像个妻子来说，我这个人心宽，什么东西想得开，环境也比较好。所以他就是就你看你不会是七十吧，你说谎，有人看到你不会是吧，你怎么八十了，其实他五十多的这干八十。这个问题他没有这个仪器，就说这个，你比如说我这个东西我放到我廊匣里头，整天在家里摆着没人看，这个老化系数呢，它必然要，对吧？它不是那么这个。那么跟你在土里埋着，跟你在那个粪坑里头待着，一出来的老化它就不一样，它没有这种测这个老化环境的仪器，那你就不科学，那就不科学。还有一个因素我记得了，在科学讨论会上讲的是，还有一个因素它也解决不了，它只是解决这个老化，但是不解决这个文物在什么情况下老化的，还老化的深老化的都，那所以这个年代就有点问题，也有点问题。所以现在每一个科学的方法都有它的缺陷和它的优点，怎么样子把它综合性的多方面的情况来进行鉴定啊？所以这个现在呀，还是我这个意见，鉴定这个东西的确实可靠啊，除了专家鉴定以外，还要通过一些科学的仪器，就跟咱们现在的这个磁共振一样，对吧？中医什么听啊问啊什么这些东西，这些方法啊，都可以借助。那这双方面应当合作，探讨
才能得出一个证。这个不简单，没有一个现在很简单，你镜子一照就什么时代的，没有。大家这样的话就很困难，所以大家了解这个形式。我见到有很多人就这样的，拿这个东西拿的，这个专家说假，那个专家说假，都说是假，他就不相信，他就想找个科学仪器，一看这科学仪器进来对他有利，哎，和宋代各个一样，什么什么一样，他就说我这东西是真的，实际上是假的。所以这个情况往往有这么些情况，所以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关于，所以这个陶瓷的这个鉴定啊，还有这个年代什么，我这个鉴定学就应当是包括历史啊，包括历史，包括陶瓷美术，包括陶瓷烧造，包括陶瓷科学啊，这些方面的这个问题啊。这是这个下面我以后要讲呢，也就从这些方面来跟大家讲，大家也跟大家讲这个，但是没有时间性的，像用很多的那个文物啊，我没有，我这个幻灯片也是我们照下来的，还比较行，我的幻灯片还比较真实，来给大家来把它讲一讲，我想还是有，再加上我的提示还会有办法的。这是这个，这是鉴定学方法论的呢，就是你看刚才在讲的，这个我很概括的把它从这个方法论，这个大家知道这个方法论，你从这方面去做，我觉得会有很大的收获的。啊，比你盲目的这个去想啊，去弄啊，浪费时间呢、啊，还可以更多一点。这个文物局啊，原来想搞一本书，现在还没出版呢。100个学者，这个要写2篇文章，一个就是你这个人，因为李慧敏，你这个人在陶瓷界里头有哪些贡献，做出了哪些成绩。第二个问题就是你是采用的是什么方法，出那么一本书，选了100个。一百个学者，其中有我一个，回来我跟他打电话，我说你们还搞不搞了？他说搞啊，我说我还没写，他就赶紧教我，现在已经收到80多个学者的了，就是还不错。后来我就写了，就送去了，因为我怕你不用，我写了费很大劲，送了以后没用。写了以后，他一看了以后，就是你们看的那篇文章，他说我是搞编辑的啊，他说如果我要搞陶瓷啊，就按照你这个地方话去做啊。准能成专家，得到你的很大的收获。他看到我问他行不行，他写得很好，写得很好。这书还没出版，本来是去年出的，今年还没出。后来香港呢，跟我来了一封信，文物报简单发表了一下，写的是文物报简单的这个发表了一下这个文章，很简单的概括了一下，他叫发表了一个文物报上，他说我的陶瓷研究之路。我的陶瓷研究之路这篇文章很短，就那个我把它绞下来很短。香港、台湾跟我打电话，我们可不可以转载？可不可以你再把详细的情况给我们提供一下？大家很感兴趣。后来我就跟他们文报他，我说你们发表不发表？不发表，我把文章就给人民。他说书还得出，现在没书还得出，所以我就说你们可以转载，可以用，只能是文报上的，所以他们也给转载了这个文章，就是有一个。科学的一个方法，治学的方法是在于科学。没有一个科学的方法，时间浪费的很多，精力花费的很多，捋不出一个程序，这个收效甚微，研究程序。所以我想呢，这个方法论呢，也给大家很简单的给大家这个捋一下，也捋一下这个这样的东西。这里面有三个问题了啊，写的 A、B、C 三个问题。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个瓷器鉴定的内容。鉴定瓷器的内容啊，那你们看了啊，因为时间关系我就别具体讲了。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瓷器鉴定的年代依据，鉴定瓷器年代依据，这很重要的归纳，很重要的归纳。我们有些搞鉴定的人呢，搞了一辈子，你问他你根据什么，说不出来，说不出来。我这里提到这个鉴定家之所有人可以鉴定，他的依据是什么，你看我把它归纳成三点啊，大家可以看。孙贤时期的鉴定的年代依据，明清时期的鉴定的年代依据，以及元代时期的鉴定的年代依据。哎，你看我都把它概括起来。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下面讲鉴定学的时候再给大家具体的讲，再具体讲。那么大家知道这个鉴定方法，基本上这个提高一些你的方法知道以后呢，那么你自己去做，你按照这个去做呢，会有很好的收获啊，会有很好的收获，根据自己实际情况来进行这个来进行自己的学问，来自己自学吧，来自己自学，
这样一个情况，并不是花钱越多就越好，我想是这样的啊。买书也是这样的，这书买了，但是不一定是你的。我老是这样，我的每天的桌上的书呢，这记呢，我没看过的我都放到这儿，我看过的我就放到我架子上。哎，我也是这样，这时候越是我自己要看人家的东西，我总觉得人家的研究成果也是来之不易，人给你的你不看，这是个一个事。所以我这买书也好，就对一堆堆一堆堆，我要看，我要集中看了以后再上架，不看我就堆着这儿，就影响你，你非看不行啊！你大概是你总得换一换的意思才往上上。这我说明这个意思，就是说，钱书是你买了，但这个书不一定是你的，因为你这个知识你没有把它掌握，这书还是别人的。所以这个自学，我觉得是它有一个方法，方法对头，这个决心呢，这个比较大。你看我的书堆多了，我不看我不上架。也对一堆，也对一堆，或者说一个书对的太多了啊，那这不行了，我没法打扫卫生了，那怎么办？那我就再抽出时间来把它翻一翻，至少一个目录是简单的，它这个书这个基本意思你要知道，然后再翻起来，补充自己的补充，知道要查自己写的东西，或者说哦，我就知道了，某某先生写过一篇文章，可以做参考，那你就可以把它拿出来了，所以我想呢，这个方法问题呢，这个方法论问题跟大家讲了以后呢，大家也可以按照这个方法呀，去在你们这个基础上，个人情况不一样，在你们这个基础上呢，如果去做，我觉得很有好处啊。这就是达到咱们讲这个鉴定学和方法论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特点。这是这个课呢，我想今天下午就给大家讲了，就是你发的提纲的那个，这个在书里面没有的，在书里面还没有。也有，但是没有这个意识，还没有意识到这个文章的这个意思。这也是那个会议啊，要召开这个会议，这个逼得没办法的写的那么一篇文章。哎，当时呢，是任何事情都是这样子的啊，都是没有那么一个需要，他也不可能写出东西来。这样的话就出来了，这样很好。要是没有那些鉴定的要求形式啊，这本书也写不出来。我本来不是搞这个的。大家知道那个小，我还写了一个孙大官要实习的一个小本儿，不知道你们有看到没有？那很便宜，15块钱一本，那个小本儿。孙大官要实习，名字叫孙大官要实习。这本书呢也是这样子的，因为我在故宫办那么多年，这个孙大官要实习的争议很多，非常之多，争议非常多。你故宫认为它是无价之宝，供你的收藏。可是考古家们就说你这个没有墓葬出土的这个没有根据，你这个东西都是仿的假的。哎，这个我说的是真的啊！你看山东大学有个童书院一个老教授啊，老教授他写了一本书，他就直接反对这些东西，他认为都是假的，都是假的。甚至于呢，故宫里贷款的都是假的，因为他不是墓葬出土，他就只是承认墓葬出土有科学根据的。不是墓葬出土传世的或者故宫博物院的保存的全部是假的。有个童书业史学通是童书业的学生写了那么一本书那是代表了代表这种思潮。那么对故宫博物院的这个官窑瓷器呢，因为官窑瓷器啊是中国陶瓷的瓷器里面的重中之重啊。你说汝窑也好，钧窑也好，那种瓷器，现在世界上就是那么一些数量。我下次再跟讲官窑瓷器讲的，它烧得好就送到宫里面去，不好就砸掉，不好就砸掉，处理掉。就是外面说现在是人间所保留下来的就是那么多，就是那么多，也是人类的瑰宝。所以我写那本书主要是为了当时那个社会上对官窑瓷器的疑惑和提出了一些质疑，为了答复这个问题很粗糙写的那本书，但是现在呢很多人都读到那本书了，就觉得很有道理，就读那本书。我是在故宫啊，我身在故宫，我不把这些问题澄清楚的失职了，就感觉到对不起啊这个。所以那些搞考古的人他就看不到这个东西啊。我们供应那个东西一件也不能给他们，因为是杭州的南宋官窑博物馆，
他称官窑博物馆，他一件好的官窑瓷器都没有。我得找我国公要，我公也不能给你一件的，对不对？不能给你的。他们就没有摸过，他们就从考古角度提出好多好多好多问题。我们呢，现在研究官窑瓷器三个条件，一个是文献，还有一个是考古，还是你别忘掉还有宫里的收藏。你有爹有妈，一定有儿子，这个儿子一定在故宫，就是你那个窑的东西在故宫。怎么样子变成我们中华民族的凝聚，就是怎么那个朝代更迭那么多亲了，但是他还保留着一部分东西在故宫。尽管经过金大都啊，或者是元大都、元大都啊，这么一些明朝的就朝代的更迭，一部分东西还真真是传承下来的，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凝聚力。而他们就缺乏那个公共收藏的这个东西，他说的他就没看过，他搞好久没看过，提了好多问题，所以我那本书呢就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而提出来的。但现在要写呢，人家有的时候你那个书要就是大，是人家是小题大做，你是大题小做，你现在要改了。还有的学生说，我跟你在联合国申请交给文组就申请基金啊，那你在全世界跑一跑，究竟有多少，把它收集起来，然后再搞一个大的，也建议这个问题，也的确值得，因为它是人类的瑰宝，就没有。所以我说到这里面，就是说，哎，我家里有，从我这个世界上是不可能，不可能，因为它这个东西它本身就是收藏啊，本身它就是这样的情况。但现在呢，官窑窑址也逐步发现了。本来这个官窑不容易发现的是官窑的一个特点，墓葬里没有出土也是宫里一个特点，因为它本身呢，它就是一种贡币，在宫里头它也当贡币，一进宫到以后，它就把它作为一个宝贝来看待，而不是拿个皇帝用了以后死了以后把它埋到墓葬里去，所以墓葬里没有出土。官窑瓷器就是在宫里的，那个时候好的送进宫，坏的就砸碎了埋在地下，淹埋了就根本不知道。那就是官窑瓷器的特点在这摆着，所以他由于这样的时候，他反而相信你那是假的，你想墓葬里没有出土，也的确唐宋墓很多很多瓷器啊，多少万件，唐宋墓出的最多最多，但是呢，没有一件官窑瓷器出，说明什么问题？就是这个问题。窑子一到现在才还有一个修理是窑没发现，还有一个窑没发现，四个官窑都发现了，汝窑、钧窑啊，就是焦糖官窑。还就是一个修的是窑没发现，浙江的同志非要说那个老虎洞窑是修的是官窑，我就写了一篇，我听到实在是过不去了，我写了一篇文章在《文物报》上一个整版，我说的老虎洞窑不是修的是官窑，得罪了他们了，所以他们现在召集死的杭州召集好多几次的讨论会都没敢邀请我去，因为我要跟他唱反调。我跟唱反调，因为你这个东西跟我故宫不相符嘛，所以宫里的东西也是一个条件，宫里都是收藏啊，它不是这个，它是科学的，它不是是这个不科学的东西，这样的东西。所以这个方法论呢也很重要，你知道这个方法，你大概可以分析这个东西究竟怎么样，可以知道，这个是加大你的深层次的一个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啊，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所以他们都怀疑这个东西，所以我赶紧也澄清了，这些东西是瓷器里头宋代瓷器里面的重中之重，过去所谓称为五大名窑嘛，重中之重的东西，一件要比你好多好好多件的价值高得不得了的东西，我就把它抬出来。那本书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而写的，这样的东西我根本不是搞这个鉴定的，到最后来讲的这个鉴定层非常重要了，这个问题不解决什么都搞不下去了，搞不下去了，就到这个程度。到这个程度呢，那只好呢，把我小时候的一些笔记本上的学习的时候也搞起来。我就感觉呢，我们过去在鉴定方面缺乏中间，一个根本的出发点是不承认鉴定学，不承认鉴定学是一门科学。所以我就提到这个的话，首先我想讲呢，要从鉴定学的角度，把它提到鉴定学的高度来认识这个问题，来认识这个问题。现在学界里慢慢的知道，现在那个社会经济发展，这个经济这个市场这个假东西特别多，这样看起来鉴定很重要，非常非常重要。你一个大学子拿的东西，你一看看不懂，是真是假，你不你弄不了，你是专家吗？你是大学者，
不行啊，这样子，所以这非常重要。所以这这样子，这本书也是这个时代的产物。你本来我是搞官窑的，搞窑子调查，搞这个的，现在也搞出这个名字了，那没办法。而且现在是我呢，也逐步在深入，在逐步在深入的研究这些事情。尽管七十来岁，我还有一定经验，把这个鉴定学这个问题啊，要强调一下。要的。现在有一个大学，不知道你们注意了没有？不是文物口子，一个叫防卫大学，就在燕京郊区的那个地方，他搞了个文物鉴定学科，已经两期学生了，教两期的鉴定，这个鉴定学的学科。我是陶瓷，李学勤先生就是青铜器，那玉玺杨木达先生是他的讲课的，是他，还有那个三国强先生讲书画，但主导老师讲，那就搞起一个鉴定学科的一个班。教育部呢，这个批准了这个东西，文物局也非常赞赏。文物局甚至说过这话，我们想多少年呢，想搞起来没搞起来的，搞那个扬州训练班花了那么多钱，结果收效甚微，搞得不大。而他那个学校现在搞起来了，尽管还存在许多的问题，但是这个鉴定学是得到重视了。这个教育报发表了一篇文章，不是大家看到没有？这个题目我非常欣赏。那个记者跟我访问我，那里面有好多我的内容，跟我访问的时候，他把我的内容都写在进去。他取了个题目，我非常欣赏。我在韩国讲课，我也这么讲。他是古老的文化，新型的学科。鉴定了古老的文化，我们古代的文化，新型的学科，现在才提出来鉴定学。啊，那个题目非常响亮，教育报发表了这么一篇文章。我看了以后，我非常很这个，所以现在学界很注意这个鉴定学。我下这个定义呢，就李学勤先生，现在在清华，李学勤先生原来科学院的历史研究所所长，现在在清华大学，来跟我打过一个电话。他说你对这个文物鉴定学这个定义，我完全赞成，就是刚才我讲的这个对于鉴定学这个定义这样一个问题。那么现在可以说我们那几个人呢，都在从事于鉴定学的研究，但有些人也讲鉴定，但是他不理解这个鉴定是怎么回事情，讲的往往是偏重于历史，往往偏重于历史。你听完了以后模模糊糊，究竟他告诉你什么技巧？还有一些先生们就老想，这搞鉴定的人呢就是保守，他这个绝招他就是不告诉你，他不是不告诉他，讲不出来呀，对不对？他不是不告诉你，他也想告诉你，他讲不出来，他没有这个，他还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是吧？他不能从这个刚才我讲的几些方面来综合性的来讲，来把你这个情况来兜出来，这样情况他不对，对啊。所以我想把这个陶瓷鉴定学的方法论呢，今天下午呢给大家捋一捋啊，捋一捋，先把它讲一下。这第二个问题啊，第三个问题，那个问题是引导那个材料的。应该有个鉴定学方法论，里面有时间的自己先看一看，也不太长，这个文章不太长，也不太长，你们可以看一看这个情况。第三个问题呢，就是中国陶瓷发展的各个时代的特征，也就是时代背景啊，时代背景。我呢是从这个也不完全是按朝代，就是按中国瓷器发展对咱们鉴定来讲。有一定阶段的这么一个阶段呢，我也讲到那么这个六个，我把中国发生六段，你看到啊，提纲里面有这六段，这六个段每一个段的一个题目就是这个时期的一个特征，这个大家记住，就这个时期的特征，而这个题目代表了这个时期的一个基本特点，就这么个特点，这个也是对咱们鉴定的这个有直接联系的。就我把它分成这么六个段，我讲了也按照这个六个段来讲，这个这么一个特点，跟陶瓷瓷这个朝代还是顺序的，但是根据这个一个大段一个大段的情况是不相符，而且每一个题目这个大段的题目适合这一段的基本特征啊，基本特征，就是我刚才给大家举这个例子，这个历史一旦了解，不了解是没法鉴定的。没法鉴定，我又想到这，我经常讲到的，举个例子哈，咱们这个，很简单，我就举个近代史的这么情况吧，拿照片我们就可以鉴定，你比如说长袍马褂，
辫子，一看就是清代的，对吧？是吧？穿长袍马褂的那些地主老财，一看就是清代的东西，我装得很清楚。民国的时候，那些银行家比较有钱的穿西装，很少穿西装的，啊，一般的来讲也有长袍马褂，也有这个情况。民国的照片你一看就知道是民国的东西。那么解放以后的时候，解放初期的八角帽，是吧？会列宁服，八角帽列宁服也很清楚的，一看就知道，那时候都是解放以后嘛。都学那个，你再有钱也穿个，以乐为荣嘛，也穿那个东西，对吧？那解放初期的，你文化大革命的都巡街就气昂昂，穿这个解放军的服装，戴这个，女同志是短发，也不能抹口嘴，是不是？也不能穿高跟鞋，对吧？但是呢，一看就知道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巡街就气昂昂，那个时候穿上的这个装备，是吧？现在改革开放了，改革开放的你看看，是吧？这个高跟鞋越来越高，裤子越来越细，是吧？就说它这个服装的变化相当的快，很奇怪的。如果咱们要不懂得这个近代史，你对这个照片我肯定分不出来。如果你懂得那个近代史，你一看长袍马褂，这必然是晚清，你和这是民国初期的东西，是吧？你一看到那个巡街就气昂昂，女同志打那个样子，一看就是造反派，一看就是知道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东西。你看现在的女的，你看烫头发了，抹口嘴了，这个小细腰了，这个是高跟鞋了，挺漂亮。你看改革开放以后的东西，那个时候文化大革命绝不会有，有的把那个枪毙了，说你那是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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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共思想，什么乱七八糟的。哎，他这是个时代的变迁呢，衣服的变迁呢，他这个形象的变迁，瓷器是一样的，瓷器啊，它时代特征很明显的。我下次跟你们讲就知道，它很明显的，你要知道它一个造型啊，它一个线条都不同，时代就不一样。哎，过去古代的这个人呢，他这个很尊重古人遗传下来的这种造型，越是早期的东西，它这个规律性越强。越是早期的东西越贵，它不是我随心所欲，我想变化一个，你变化你就不及格了，人家不承认的。是吧？不承认你的，所以呢，他都是这样，非常有规律。嗯，这个咱们要不能以我们现在的思想来看东西。哎，我咱们玩个周眼就是这样的。哎，这线条好像这肚子大了一点，大一点没关系吧？完了，哼，还有那个瓶子好像那底下太大了，跟你印象不一样。你大一点没什么，那就有问题了。你原来的看法是对的，你现在是没事儿，那都出事儿了，那到周眼了，那倒是周眼了。所以他古代有个规律，这个必须知道。所以我想这个我把它分成六段呢，这个事情呢也是为了便于下面讲这个鉴定的这个时代背景，也就是基本鉴定的，也就是什么时代产生什么瓷器的问题，交代这个问题，大家知道吧？这个问题主要是讲什么时代产生什么瓷器，这个问题是解决这个问题。那么第四个问题呢，就是什么样的瓷器归属于什么样的时代？它这两者就是三个问题跟第四个问题是重点鉴定的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所以往往大家听我课的时候，一讲历史的时候，大家有点烦了，都主要是就想听底下那个，想听底下那个。有什么时代归属于什么样的这个瓷器是这样的东西，这个东西。所以在这一方面呢，第四个问题呢，我想着重点就是看一件瓷器，它属于什么时代，从哪些方面去看，从哪些方面去看，这是第四个问题的最重要的一个，也是我们讲鉴定课的一个主题，第四个问题是主题。那么离不开第三个，就是时代背景，离不开第三个这样的情况。那第四个问题呢，讲的比较具体一点。我们大部分的时间是在这个问题上，大部分是在讲第四个问题上，就是大家提纲里面都有的啊。从艺术上，从这个陶瓷工艺上，甚至于从年款，对年款我提一下，年款对明清瓷器的鉴定的十分重要。年款呢，就是它标明的是年款，它不一定是那个时代的。就是
一半的名气，一半是贷零款，一半的房名气，他都要房那个款。但是房款呢是不太容易房到的。刚才我举了个小伙子啊，那当时他下功夫了，他是现在的情况里面。但是你想想，你的签名我来跟你签，我怎么也签不到你那个精神那个状态。你不管你是书法家，我想学你那个铅笔也学不出来的。所以这个款子的差别啊，对鉴定时代的问题是非常重要。所以这个款子部分呢，我用的比较长一点的时间给大家讲款，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再一个用的比较长的时间讲讲青花，因为青花瓷器在明清元明清时期鉴定里就是一个主要的问题，几乎占90%以上。你看啊，青花本身它也占这个70%-80%，因为每一个时代都是主流青花瓷器。斗彩、五彩、粉彩里面有青花，对不对？得增加一部分。就是当时又有的也有青花款，加在一起差不多明清瓷器的10%。如果你掌握了这个青花瓷器的鉴别的基本技法，你不仅是断代那个青花瓷器、五彩瓷器、斗彩瓷器，也是有的带款的瓷器，只要是有青花一点点，你就可以看出它的成色。所以青花瓷器很重要，如果有时间的话，我可以大家多讲一些青花瓷器的特点的形成和断代的重要方面，对吧？然后就是款比较重要的一方面，但其他的造型啊、美术啊这一方面呢，都要给大家要讲。如果时间多的话，在这两个问题上比较关键，一个青花，一个款的问题，什么是真款，什么是假款，这问题对咱们鉴定瓷器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下面的以后讲课的可以多从这两个问题，要有时间的话，都给大家从这一方面来讲一些。这是第四个问题啊。第五个问题就是真伪对比，真伪对比也很重要。我收集了一些假的和我这个真的幻灯片，咱们也没通过实物，就是通过幻灯片，通过我自己的解释，它在哪些方面说它是假，哪些方面说它是真，这样子。这样的话呢，当然真假真假嘛，大家也就是说怎么样鉴定一件瓷器，我给大家做个示范啊，给大家做个示范，大家以后拿到瓷器以后就从哪些方面去看它的时代，那基本上懂得这么个道理，懂得这么个道理。这样的话就是不是说你们拿了瓷器究竟怎么回事儿？是怎么个断法，从哪些方面来断代，那么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了，是这么个问题。所以呢，你看我从造型、纹饰、烧造方法、胎釉材和款式这五个大方面这个对比的时候，就给大家收集材料给大家讲到的就讲到了，就把它讲一讲啊。第六个问题呢，就是那什么啊，这是比较就是写得很清楚了，还是刚才我讲到了这个，因为前面讲到的年代根据，如果你们要是注意这个贷款的、贷具体墓葬出土的，然后呢买一些好的图的做临帖来用，作为帖来用，反复的临，反复的用，还有呢博物馆有什么展览，去多参观一些博物馆等等的哈，就别要尽往这个尽送这个市场上这个跑啊，因为那些市场呢都是假的多，假的多。但你们要有这个能力跑嘛，也还可以；你要没这个能力跑，把真真假假搞不清楚了，我觉得收获并不是很大，有的会影响自己的思路。因为你现在有些书啊，有些教授写的书，它的封面就是假的，他把它当真的来跟你讲，你说你究竟是，它是一个误导，一个误导。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还是我提的方法对头，买一些好的图录，花一点钱，这花一点钱呢，这个要交学费，这个学费我觉得可以交得起。你买一件假的不就更糟糕了，对不对？买一件好好的临帖，反复地看，不要看电影似的看一遍就不看了，基本上是临帖，看它那个造型特点是什么回事，纹饰特点怎么回事，这样子把它临起来，拎起来以后就无形之中就增加了自己的这个鉴赏的能力，
你再到金融市场上，再到那个假东西的话，你一看，哎，这个他就是老子就有很深的印象，这对你不错，那对你不错，他有很深的印象，这就是提高了，这就是提高了，哎，就这样子来提高。但这个也是一个长期磨的一个过程。但我们今天讲课不是说一个礼拜你就能提高了很多，不是这样。